各位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竞单剑。没错，导演我压箱底的黑天鹅又重出江湖了。空军自从上次加强之后呢，出场率就高了不少，还是很有必要要玩一玩。开局先修一下电机，好像是先知招鬼了。哇，这个先知可以啊，六只监管都吸出两只鸟了，搞得我现在都不知道监管是谁。第三只鸟了，先知牛批啊！监管者是杰克，加油啊，先知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怎么说倒就倒了呀？放心，我来救你。现在电机已经修了两台了，星儿手上应该还有一台。算了，不卡半血直接救人，还想打我误认？你没睡醒吧？嘿嘿，准备救人。这个人在木桶后面干嘛呢？想着给我一发误认，直接救就完事了。哎呀，先知一落地就被打了个实体的，这就很伤了呀。算了，这一枪开了也是白开，等第二次救先知的时候再开吧。趁着杰克还在，你干嘛？不去追先知，跑来追我？就你这误认还想打我？哇，这蓄力刀！哎，这波有点亏啊。这个位置进废墟也拉不开。不行，拉不开也要砸他一个大板子。臭杰克来了，我砸死你！哼，知道我厉害了吧？哎，居然不拆板子，想绕我？打空气去吧你！先把距离拉开，一会儿他挂先知，我就给他一枪。哎，先知怎么自愈起来了？还翻到人家脸上了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小贼，放下我的队友！ Oh no！被骗枪了，算了，我还是先走了，免得一会儿挂一送一。就剩下最后一台电机了，只要幸运儿压好就完事了。哎，这个杰克不挂先知居然来追我，你疯了吧？他想打我误认，我走位接了，真是打得好不如接得好呀。我要是走直线，这误认不可能打得中呀。我去，这大形象起的，两个人都在发呆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先知和黑妹应该会先开大门的，我要绕一圈，帮他们争取点时间。导演，逃亡开始。终于要到大门口了，翻板加速，自由，我来了！哎呀，终究还是没能跑出去啊！哎，看来今天我注定是要飞天了。哎，先知怎么还不走啊？难不成他有大鸟准备来救我？先知来了，可以躲了一发误认。来来来来，快来帮我扛刀！哇，舒服，自由，我又来了。这个杰克真的是穷追不舍呀。哎，我躲误认，我再躲实体刀。哎，刚刚要不是着急的出门，我会被你打到。来啊，翻板博弈啊。哎，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，算了，小爷我今天就不走大门了。哎，我走地窖去，希望地窖在工厂后面啊。还想走外面堵我的路，先知又给了我一只大鸟。哎，可以，看来这一波是稳了。先知一出门，大鸟就消失了。不过这个杰克已经追不上我啦，嘿嘿。导演凭借风骚走位，又一次带领队友成功四逃，溜啦溜啦。